好，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迈阿密的那个 North Beach 上面的一个另外一个 beach 哈，叫它整个叫这个 Sunny Island Beach 哈。它这里是一个 Pier Park 哈，是一个 beach 的公园哈。然后呢，它这属于整个可以属于那个 Newport Pier 的哈 ，Newport Pier 哈，看到没有？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周围的环境哈。两边全是这个高级公寓和旅馆啊，看到没有？看看这周围环境，是826啊，沙利贝奇伊斯坦。看到这儿两边是高速，看看周围环境啊。进去看看啊，我们去看看这个 beach。嗯，哇，这个 hotel 哈，哇，高级 hotel。它同时可能也是因为卖和租的，嗯 ，apartment 公寓，它两边全是海边，全是啊，高级的 apartment 公寓。看这边也是，看这边也是高级公寓，嗯，这是一个 life 啊 grand， 就是那个 lifeguard 啊，就是现在好像没有太多人游泳了，嗯，哦，这是一个钓鱼的 pier 啊，一个长的钓鱼的 pier， 看看周围环境啊，哇，这两边全是高级公寓，你看。这是救人的快艇和那个滑板啊，哇呀，好大的浪哦啊，所以好像今天风有点大啊，没人游泳，但这都有晒太阳啊，在沙滩上晒太阳，看看这边海浪，看，哇，这是钓鱼的 pier 哈，好长啊，嗯，看看这周围环境，这两边好多高级公寓哈，好多人选择买房子买到这里，海边嘛，喜欢海边，啊，晒太阳。
有人在冲浪，我在划了个小船。看，有一个人在划船冲浪，看两边有一个。今天浪很大，所以说有人去冲浪，看。晒太阳哈，晒太阳的时候。Safeguard 啊，开着这个车到处巡视啊，看见没？就是说，如果有人这个游泳在这个的话，他就是时刻准备营救的啊，看见没？但是最近因为这个最近几天风有点大，啊，游泳的人还是有比较少，要游的话是可以游的哈。这个佛罗里达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游泳的，就是迈阿密这边啊，来我们看这里哈，这是他们在游了泳以后就在这里冲凉啊，在这里冲那个冲沙子啊这些啊，然后这里边就有换衣服的嘛，啊，这个 pier 里边有换衣服的啊。这就是 safeguard 啊 lifeguard， 蛮好的，看看这周围环境。走，我们上去看看。咖啡啊，这个叫什么？有餐馆啊，餐饮。还有 pier 前面的啊，看看这边，看超级公寓，好多人住了上面啊。然后在这儿游泳的话就很方便啊。这边还有一个冲凉的，洗了以后就在这冲凉，冲完以后就，哇，你看，Ocean Riskers， 哦，你看这沙滩椅摆到这里供，就住到这儿的人，看现在都下午没人了，还得收了。它就是可以租，租给他的，弄得很好的，看，看放在这两边，看，旁边一个那个箱子专门盛的，
爬沙滩上晒晒太阳，真的是很享受啊。提供的这个沙滩椅啊，供这些游客哈，下面还有住了这儿的人，这里有旅馆，而且有这个 apartment 哈，哎，都可以，就住了这儿的人哈，可以住他的这些东西，然后在这儿晒太阳。这也是属于迈阿密 beach 的哈，迈阿密 beach 非常长，很长哈，几公里。嗯，它只是在 north 部分哈 ，north。Thank you.
水冷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游泳。那边还有一个吧，蛮好的，听说给住的人很多犹太人住在这儿，这边看全是犹太人。这里整个迈阿密非常多的犹太人啊，就这特别是一个迈阿密地区这里啊，好多犹太人。他们这儿的气候可能和他那个中东那边以色列比较相近，比较暖和嘛，而且他们喜欢海边，喜欢本来那边犹太人那边也是地中海啊，所以他们喜欢这边，很多犹太人。这里还有一个游泳池，看，这里还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一个游泳池，所以住在这高级公寓里面的人，这海边真的是提供很好的这个环境啊。休闲环境，游泳池、海边哈。Very good。来，我们在那个 Pier 上去看一看哈。我们这两边已经看过了哈，看这两边都是这个高级公寓哈。好的环境啊，看看周围全是高级公寓，然后这是 lifeguard 啊，然后这是一个pier 啊，这个 pier 你看看，就餐饮和一起的那个，哇，看着这钓鱼啊，这是餐馆啊。先看看这周围环境，哇，好漂亮！这沙滩，这沙滩上很多人还在晒太阳。酒吧。
大的浪。看没有，这是 Sunny Island 哈 ，Beach， Florida， Sunny Island。水 Newport 哈，下面一个 Newport， 还水 Newport。佛罗里达的这个 beach 啊，太长了哈，beach 非常长，这是 north 了哈，是 north， 来从这儿正门进去啊，看看，啊，看这是 sunny beach， 哎 ，sunny island beach，Florida 啊，它是 Newport 哈，而且它是这个叫 fishing pier 哈，就在这儿钓鱼哈，今天都在这儿钓鱼 ，pier park， 所以 pier park 哈。来，我们看看这旁边，哇，这浪啊，好大的浪啊！这个环境 ，very good。正前方哈，正前方就是那个 Florida 这个 North Beach， 还能 South Beach 哈，就是远方啊，南海滩全部啊，就是整个属于 Miami Beach 的哈。Miami Beach 的它分南 Beach， 然后那个中 Beach， 还有 North Beach， 那 North Beach 这是更 North 了哈，啊，所以这里是属于另外一个叫 Sunny Beach 了哈，哎 ，Sunny Island Beach 啊。所以它这个海岸线非常长哈，佛罗里达，这边就是更是 north 了哈，看到没有？这更北了，看到没有？哇！今天这么大的浪子，可能冲浪好。看着刚才看有人在冲浪啊，冲浪可能很爽。哇，那个 pier 头上好多人在钓鱼哈，它是专门修的这个供这些人钓鱼啊这些的。浪子可能适合冲浪，看远处有个人在划水冲浪，很小，看得到一点点啊。看这海边全是高级公寓，修得好啊。然后喜欢海滩的就在这买房子嘛，对吧？这儿也适合养老。我看好多犹太人，还有中东那边的哈，中东那边的，哎，他们在这里买房子，然后在这儿居住，哎，享受这儿的大海、阳光、海水啊。这个 Sunny Island Beach 哈，也属于 Newport Beach 的哈， Newport Fishing Pier 哈，它有些规定哈，什么时候钓鱼什么的，它本都有 policy 哈。
阿密的 South Beach 哈，看正对面是 South Beach， 哎，它一直很延长几公里沿到这边来哈，这边就 North 了，属于 North 啊，它属于不是属于 North Beach， 属于那个 Sunny Island 的这个 Beach 啊，所以它的 Beach 线很长啊。这边就是 North， 哎，这边的正对面就 North 哈，远处哈 North， 你看，啊，沿到一直有哈，这个迈阿密的这个整个佛罗里达的 beach 非常有名的啊。哎，我们顺着这里啊，往前面走走看看。钓鱼啊！哈，哦，这是那个，他专门设的这个钓鱼台在这里哈，所以很多人都在这儿钓鱼的好地方，嗯，可以洗手，看切啊这些都可以，操作都可以哈。钓鱼的pier好长啊哈，这中间也有人钓，